锦绣春来高圆圆，不怕变老。正所谓岁月似飞刀，刀刀催人老呀。有些女明星拼死拼活的跟年龄打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，而有些女明星则自信面对一切，任时光匆匆流去，带得走青春，却带不走自信和美丽。高圆圆现身厦门出席某品牌活动，谈到年龄问题时，高圆圆信心满满，感谢岁月带给她的变化。我觉得如果青春流逝，其实换来的是一种岁月的沉淀，换来更加的从容，更加的成熟。像我可能已经34岁，然后已经在慢慢走向另外一个年龄阶段，然后其实我在体验一种可能和20几岁又不一样的一种生活。